不同版本中的小推车僵尸能顶住几个钉耙的攻击呢？第一个上场的是原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二个上场的是西游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三个上场的是九五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四个上场的是 Excellent 版铁桶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五个上场的是七塔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六个上场的是 TAT 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七个上场的是 BY 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八个上场的是噩梦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两个钉耙的攻击。第九个上场的是干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四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十个上场的是 GK 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十一个上场的是蟹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三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十二个上场的是 N 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第十三个上场的是十五版小推车僵尸，经过测试最多顶住一个钉耙的攻击。经过以上测试，干版小推车僵尸承受的钉耙最多了。